年，马丽就听了爸爸的一席话，决定弃了理工，考上了台大法律系。当时台湾规定呢，这个刚刚考上大学的男生啊，在暑假的时候要上这个台中成功的地方接受这个大专生的训练。而就在那个时候，马英九跟蒋经国有了第一次的接触。我们来看看两个人当时为什么会碰上。1万2千人在那个大集合场，然后就宣誓效忠，每个有一个誓词嘛。这个他们跟着我宣誓，宣誓完了以后呢，上台呈给经国先生。很有趣的是啊，第二天报纸全部都登出来了，全部都说受伤代表是马英九。原本马英九被选定为受伤代表，但是学生室的师长改了主意，却忘了修改新闻稿，新闻上的名字还是马英九，但是这个瘦瘦的年轻人却不是他，而是他的同学。我终于有这个平板了。我们拉到耳朵，所以他们也很注意到，就是你太高的话，那个枪会就知道吗？产生一个震动啊。所以说我要放低一点的程度去，因为他那个受枪是一定的动作。两人再度重逢，就已经是台湾脱胎换骨的开放年代。马英九担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，几乎在每一个关键的场合里都可以看到当初宣誓代表马同学，直到蒋经国生命最后的阶段。想到这个局长啊，我追随经国先生快7年啊，一张跟他合照的照片都没有。结果局长怎么跟我讲？他说：“英九啊，你跟经国先生照的照片不够多啊。”后来那个经国先生摄影师啊，就送了这3本给我。我后来想想，家里对啊，也不一定要有那一张照片挂在什么地方啊，只要是还是记在心里面，可能比较重要。所以我们知道马英九呢，其实是在18岁那年呢，刚刚考上大学那年，就因为担任成功岭的宣誓代表，遇上了蒋经国。而之后从台大法律系毕业之后呢，马英九又有了第二次碰上蒋经国的机会。那时候是因为他决定他考上了国民党的中山奖学金，决定到美国纽约大学去攻读法学硕士。按照惯例呢，因为这个中山奖学金是国民党出资培养这个青年才干的，所以蒋经国照例又接见了这群年轻人，第二次碰见了马英九。考上中山奖学金青涩模样的马英九，而这照片正是蒋经国接见马英九这一批准备出国留学的精英学生。中山奖学金是国民党用来培育精英人才的制度，想要申请得经过国民党内评估，评比为表现优异者，经过口试才能够顺利出国留学。每年呢，他们出国的旅费是由党务经费来支出，然后每一年给他们收回1800块美金。30年前的汇率换算，每年补助约台币72000元，一年最终10人，为期2年。而当年领过奖学金的还有这些人：马英九、胡志强，还有宋楚瑜、关中，新生代的有周守训、孙大千，甚至还有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。中山奖学金虽然提供条件优渥，但是只补助2年，也只能攻到硕士学院完成。如果要继续念博士，还得靠自己想办法才能够完成学业。这类两次的接触也让蒋经国对马英九这个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埋下日后他找了马英九担任英文秘书的契机。那在这个阶段的马英九呢，其实对于政治还没有任何的意识哦，他纯粹只是觉得说学法律呢也许可以帮助很多人，帮助整个制度的建立。但是在1971年，也就是这个保钓运动、保卫钓鱼台事件呢，当时在台湾的这个大学生，尤其是马英九就读的台湾大学呢，引起了很大的风潮。当时就读台大大学3年级的马英九呢，义愤填膺，串联了台大学生进行了617大游行。马英九走在队伍最前头，要为人民争雄风哦。而当年这个保钓运动呢，也唤起了马英九的满腔热血。加上这个教授邱鸿达谈到说，如果要了解这个国际现实呢，一定要了解这个国际法律。所以马英九接下来呢，就把这番话放在心中。之后他到美国纽约大学攻读，还有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的时候呢，
这个保钓运动当做他的博士论文。